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石 ，Hello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《月恨摇篮曲》的第一集的重制版。好，我们就剩下了两个结局，应该是一个，好像还是一个坏结局跟一个真结局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结局玩出来。好，大家如果玩出一个结局以后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再玩第二个结局，应该剩下一点点时间了。印象中，我之前玩上一个版本的时候是。应该剩一点点的啦，印象中。好，那今天那个聊天室有点奇怪，他刚刚那个字体跑不出来。那我大家稍微再研究一下，如果再跑不出来的话，我再想办法吧。好，对不起，按错了。那等一下哦，那我就增加一个今天聊天室跑不出来的文字放在那边，那别人会觉得，那观众会觉得，哎，怎么字不见了这样子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很奇怪，为什么字会跑不出来？好，那我把它放在这边。放这边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。纸箱猫安安哦，等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好，昨天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没有想太多，我们就直接出去的话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坏结局，那这是所有人死掉的结局。那今天我们好走吧。好，我记得这个门，对，这个门开着，这应该是结局的分歧点。好，这里开着。哎，之前应该是锁起来的，怎么办呢？吐司安安，你好。哦，这边就看到了小鹰，哦，不是小鹰，是仓普，也不在这里。回答我，爸爸妈妈。仓普，你怎么了？我都这么早了，一直都找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再不快点，那家伙就要来了。那家伙，不要，我不要让爸爸妈妈受罪了。就是那个，就是他有说那个轮回一直轮回着，就是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活过来又死掉，一直活过来又死掉，就是那一段时间的一直重复，就蛮痛苦的。冷静一点，仓铺。龙峰安安哦，你好，爸爸妈妈，我最爱你们了，仓铺。我和阿哲绝对会让你幸福的。爸爸是个幸福的人，有百合和仓普你们两个在，这样就满足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不行？百合真正爱的人不是你，求你了，快醒来！那家伙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只有那个人才是我的一切，不可原谅。让百合从我身上夺走的那个家伙，绝对不可原谅。竟敢把阿哲！不可饶恕，不可饶恕！只有你，我绝对要杀了你。小樱是谁？小樱是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生。此恨此怨，绵绵无绝期。好，这里是哪里？仓普的家，但是比刚才要漂亮。小景，欢迎回来。欢迎你来，今天就当自己家吧。玄关有说话声。啊，小景漂亮的呢，也没有交男朋友了呢。是谁？讨厌的阿哲，你这是搭讪我妹妹吗？
那个女生好像我们之前见过。啊，才不是呢！我对百合是一心一意的说，我从小就一直喜欢百合，这句话已经说好几次了。讨厌，我逗你玩的，我也爱你哦，阿哲，你不要在这里放闪了、啊，搞什么？感情真好呢，是吗？我们一直都是这种感觉。比起这个，我准备了茶水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还有好吃的点心哦。为什么是百合姐姐？我一直对阿哲是锦小姐，而且刚才那个是原如寺，这是春之秋一家的过去，就是阿哲跟百合是阿哲是那个阿哲应该是医生吧？是吗？我们再确定一下，或许我们能在这里知道春之秋一家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好，可以存档。好，一个很讨厌的背景音乐。大门紧闭着。哦，有亮点。又来了吗？他们应该不会攻击我们吧？小景，你喜欢阿哲哥吗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不过，就算如此，我还是喜欢你哦。你是谁？喜欢我，真的吗？不是百合姐姐，而是选择我。当然，我爱你，小静，跟我交往吧。阿武，他是阿武哦。可是阿武不是想要对百合那个女生做什么事情吗？至少他能代替百合吧？哦，果然如此，他把小景当成是那个百合的替代品。百合。为什么要选择哥哥？我明明就一直喜欢着你的，为什么？哦，天哪，这种交错的感觉真的太莫名其妙了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从小都是被哥哥爱着的，都是哥哥被爱着的，我好恨，好恨，被大家所爱的哥哥，好恨，好恨！若是怨恨的话，太可怕了吧！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看一下我们东西，医院连线的电话。Human， 幽静安安哦。餐具。这个亮点。好刺鼻的味道。这个味道是。这个混账家伙。竟然妨碍老子和百合之间，他把他哥哥杀掉了，真的假的？百合真的爱的人是老子。他被你骗了。我觉得这个世代已经没有用老子了吧，已经很少人用了。我恨你，哥哥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我是对的，这样百合就能摆脱你这个混蛋哥哥了。真应该早点杀了你。再见了，阿哲哥。你这个混账，这不是真的吧？人被杀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吧。天哪！被杀了真假的？那个亮点，我们再存个档。阿武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我说，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妨碍我们了，所以，嫁给我吧，百合。阿哲呢？阿哲在哪里？这个房子虽然住得很舒适，但到处都有它的痕迹，真的让我很不爽。要不到一个海景房怎么样？过着每天都能看到蓝色大海的日子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仓浦当然也会跟我们一起住的，
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儿了，啊，真不错。百合也这么觉得吧？我问你，阿哲在哪里？我刚才不是说了，阿哲哥已经被我杀了。你骗我的吧？阿哲，喂，你不要再叫他了好不好？我会吃醋的。我可是费了不少劲，哥哥力气这么大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弄死的。他到死都还挣扎个不停，唉，可惜腹部已经受了致命伤，没救了。被我用菜刀捅了之后，内脏都流出来了，就这么一命呜呼了。百合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结成个啥？啊？竟敢把阿哲，不可饶恕，不可饶恕！只有你，我绝对要杀了你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被反杀了吗？百合 ，LDXXCC199802022， 安安哦，你好，就是这一样的嘛，这才是你的目的吗？百合啊，到最后你还是没有选择我，放心吧，百合，我不会让你感到寂寞的，我会让仓浦马上去你那边的。天哪，这个到底是？所以他连他自己喜欢的，他连他自己喜欢的都已经杀掉了，这没问题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他先忍？这是为了我们。哎，他们总是阻碍我们的关系，不是吗？说我配不上你。这下爱世者不在了，我们自由了。这样子能得到幸福吗？我能得到幸福吗？哎，莉莉 XXCC 是你的追随哦。好，这是当然的，我爱你，所以来帮我处理这些尸体吧。他到最后一刻还想利用他，天哪！真的假的？哦，天哪！怎么追随？你刚刚已经按下去了。这城市就只是固定掉点进来，我有开直播的话就可以看了。没有，刚刚那个就追随了，对吧、啊？点一下就追随了。中文名字可以按左边的设定去改，整改一次哦。好，怎么会？锦小姐之所以这个家的理由是骗人的吧？哎，刚才的声音是我。我想大概是从仓库那边传来的。难道那个叫阿武的人？点点，赞助，其实不用赞助啦，下面有那个 PayPal 的连接可以直接点，对吧、啊？如果你想要赞助的话，好，对吧、啊？下面有一个 PayPal 的连接吧 ，PayPal 赞助，你直接点那个大的，应该就可以直接进去那个画面了。锦小姐，为什么？看你那个样子，似乎全部都知道了呢。真是的，为什么偏偏今天来这么多人呢？杀了村之鸠一家子，风谷同学，杀了大家的都是你吗？哎，风谷同学的，哦、风谷的同学，不是风谷同学。是啊，然后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连我同学也杀了？你们朋友做了坏事哦，但是这是你们自己不对，对不对？因为偏偏今天来到这个废墟，你疯了。那么我们要处理尸体也增加了动手啊，我们要处理的尸体也增加了，快动手吧。是呢，完成当初的目的吧，得赶紧把藏在这里的姐姐他们的尸体给处理掉。哦，就是所以就是这故事，他们之前就已经杀了他们了，只是刚好今天他们今天想要来那个处理这些尸体。可是这群小屁孩就来，刚好来到个废墟探险，对吧、啊？就那么凑巧的碰在一起，所以说那些小孩都被杀掉。阻挠我和阿武爱情之人，杀无赦，小孩也好，家人也好，就算是神，我也不放过。永别了，危险啊！道真，啊啊！哎、欸，打这个结局是这个样子吗？已经死两个。不要，小英来这边。
鬼抓人吗？快逃吧，要被可怕的鬼杀掉喽！星爷哥哥，为什么来这个房间？这边是死路哦。进去那里。哎，快点！星爷哥哥，你藏在这里。我怎么可以？星爷哥哥，你呢？我想办法对付他们，做些什么？没办法的，那么恐怖的人，即使是星野哥哥也赢不了的。别说话，乖乖等着，你爸爸会来接你的。再见。在听到我的回答之前，星野哥哥就关上了纸门。然后，我听见了纸门另一边传来脚步踉跄与争执的声音。接着，有谁离开了房间？外面没有任何人的气息了。在一片漆黑之中，我一动也不动地等人来救。不久，警察来了，好像是爸爸因为我和道正哥哥迟迟没有回来，所以去报警了。爸爸哭了，我茫然若失，只小声说了一句话："星野哥哥，在哪里？"警察叔叔移开了视线，爸爸又更加抱紧我了。那之后，听他们说，警察找到11个人的尸体，春之秋一家三口，道正哥哥、小光哥哥、小光哥哥的三个同学阿武先生跟小景小姐姐啊，小景姐姐以及星野哥哥。星野哥哥身受多刀被杀了，阿武先生和小景姐姐的眼睛被深深的插到底，直到脑死。这两个人是被谁杀的，我并不知道。不过，据说星野哥哥的手上不知为何握着一把血淋淋的手术刀。哇塞，这个结局好狠，好可怕哦！就是所有人都死了，只剩下那个小樱一个人活着。哦，天哪！小君安安哦，还有小羊羊安安，就 Terry 安安。啊，这个结局真的是啊，全部人都死了耶！那我们之前有玩到这个结局吗？好像没有诶，我记得我们之前玩的结局，我没有印象玩到这个结局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休息5分钟。那我们等一下继续玩真结局。我想应该是少了什么东西吧。哎，哦，有分歧点。春之秋一家的以前的房子里，在主卧房取的全家福照片。哦，哦，原知点是这个。哎，作者还蛮好的，在这里提示我们结局的分歧点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个，我算一下哦，我们休息5分钟。那等一下，大概10:25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拿那个照片，再玩真结局。好，那等我见喽，先休息一下。新しい仲間が到着したっぽい。哎，等一下，先讲一下。感谢追随哦，感谢。哎，怎么没有跳出来？感谢 Taco 马吉烧的追随啊，我讲错了，Taco 烧麻薯的追随，谢谢你哦。哎，你之前没有追随过，我以为有。谢谢你的追随。